童玩具。当当当，今天带来了四款胶囊变身的玩具，两种形态，双重变身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解救藏在胶囊里的奥特曼和怪兽吧。 Let's go。 呀呼，哇，我们的能量胶囊现身了，快看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能量胶囊。那现在我们就把这颗能量胶囊里面藏着的奥特曼和怪兽解救出来吧。现在解救这第一颗怪兽蛋，首先按下钮把胶囊打开。哇，我们的怪兽就藏在里面了，我们赶紧把它解救出来。首先解救它的手，然后是它的头，然后是它的腿。当当，然后把我们的胸膛盖起来。当当，这就解救出来了。最重要的，把它的身体翻过来。当当，我们的雷德王就解救出来了，不过看上去好像哪里不一样。对了，它的尾巴没有放出来。当当，放出它的尾巴。我们的大大怪兽雷德王解救成功。耶，解救完雷德王，来解救我们的奥特曼吧。这个奥特曼是罗斯奥特曼，来开始解救他吧。当当，他的头就出来了。罗斯奥特曼解救成功了，从胶囊里解救出来了奥特曼。下面我们还要解救一个奥特曼，这是我们的布鲁奥特曼。当当，解救成功，解救出来了我们的水属性月水斯特，流水光线的主人，也就是布鲁奥特曼，成功。嘟嘟嘟，最后要解救的是我们的迪迦奥特曼。脚给挪好，当当，一个非常帅气的迪迦奥特曼就被解救出来了。哇哦，当当，四位藏在胶囊里的怪兽和奥特曼全部解救成功，今天的解救怪兽和奥特曼大作战完美成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玩具，记得点击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